刚才，主持腋下腋窝那个腋下，突然痛，外星人呢，这边碰了一下啊，碰了一下，让转过去了，转过去了，他说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沿着那个纽约的外围啊，可以外围可以看一下的啊。那个地方也有非法移民啊，非法移民的那个船呢、啊，就直接就开进来啊，非法移民的船直接就开进来，非法移民的船直接开进来，那个地方啊，但是呢，但是呢，那毕竟啊会，噔噔一下子啊，但那个水啊，噔水啊引起巨浪啊，把船晃出去啊，让它没法靠岸啊，晃出去这个就灰溜溜让它，让它离开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哎好啊，叫我去看一下啊，好知道了，哎知道，哎再见，哎再见，嗯。